诸位同学，我们接着看这个第三条。这个无边海藏门呢，第三个意思，无边甚德由念佛生。这句话是总说，非常重要。故此一门声光蕴集，这个蕴集就是无量无边的殊胜功德。所以念佛要会念，那不会念的人不行啊！不会念的，一天到晚只知道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天天念呢，那什么也得不到。这什么原因呢？他夹杂妄想分别之处。所以把念佛的功夫完全破坏了。真正得利益的人两种人。一种是通达教义教理。明了，他念念当中啊，具足无量功德。这个里头句句的含摄着戒定慧三学，含摄着觉真净三宝，含世出世间所有一切伦理道德。跟菩萨的摄度摄愿，没有一法不具足，这个功德无量无边呐！绝对不是口里头有佛号，心里头没有佛，那就没有功德了。这就是古人所讲的了：口念弥陀心散乱，寒破喉咙也枉然。所以他不能成就。那么第二种能成就的是老实人，所以下愚啊，他什么都不懂，但是他有一个最好的德行，他真诚啊，他听老师的教诲，老师叫他这么做，死心塌地，一点疑惑都没有。所以他念佛，虽然他里头没有这个无量无边功德在里头，但是他里头他心清净，他不掺杂妄想杂念。念久了的时候，智慧也是能现前。为什么呢？他那是修根本智。般若无知啊，他修无知啊，他也不懂什么叫无知。也不懂什么叫般若，他就能够老实念。所以老实啊，真可贵呀！李老师往年常常给我讲，很想学老实，学不到啊，老实不容易学啊。老实人没有一个不成就的。那么凡是不成就的人，都不老实。妄想太多，意见太多，把自己的功夫全都破坏掉了。所以这个一定要知道。下面这个清凉大师也举了几个例子。念佛性深，则其如理呀。你看人家念佛，念什么佛呢？念佛性深。念佛性深就是念真如自性呐。不是在口里头念呐。心心念念呢，
跟自真如自性相应。啊，所以念这个字在中国是会意，上面是个经，下面是个心，就是现在的心，现在的心跟佛性相应，这叫念佛性身。啊，念佛性身呢，也就是我们一般讲念法身佛，念法性身。啊，这个名词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啊，同是一桩事情。啊，这个念呢，你就弃离了。啊，其如如之理呀。啊，我们世间人讲真理，是在讲。世间人只有真理这个名词，真正真理在哪里他不晓得。啊，佛法里头有。啊，真如自信那是真理。啊，大菩提心里头第一句就是离体。啊，你看佛在观经里面讲的至诚心，真诚到极处，那就是如如理。啊，起心论里面讲的执心，执心很不好懂。啊，论跟经合起来看呢就容易懂了，执心就是至诚心，真诚到极处。 啊一丝毫的虚伪都没有。啊，这是菩提心之体。啊，诸佛菩萨跟九法界众生不一样的，什么不一样呢？就是用心不一样，除用心之外其余完全一样。啊，用什么心呢？佛菩萨用真心，九法界众生用妄心。啊，这个妄心叫实心，法相宗里面讲的八识。啊，九法界众生用八识，以八识为自己的心呐，不知道有真心呐。啊，佛菩萨用真心就叫做菩提心。啊，菩提心有体有用，真诚是体呀。啊，从真诚心里头起用，对自己就自受用啊，身心。他受用了大悲心了。啊，身心不好懂。啊，古人注解里面常常讲的好善好德。啊，这身心。这个讲的也没错，但是我还是不好懂。啊，所以我把身心呢说了六个字：清净、平等、正觉。这个大家比较上好懂了。啊，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就是觉而不迷。这三个是身心自受用的。啊，对大众呢，慈悲，啊，就是大悲心。慈悲心是对众生的。啊，那我们想想我们有没有做到呢？啊，清净、真诚、正觉、慈悲都是从真诚心里面流出来的。啊，真诚是体啊，
起跟用啊，都周边法界啊，变法界虚空界啊，所以在利他来讲的是一片慈悲呀，真诚的慈悲啊，慈悲就是爱心。我们有没有对待宇宙之间一切万事万物，用一片真诚的爱心来对他？果然觉悟了，肯定是这样的。所以诸佛如来、化身菩萨，那就是这样的没有一丝毫偏见，没有一丝毫染污啊，有偏见不平等了如果有占有、有控制，只要有这个等一点点这个念头，不清净了所以我常常在讲习当中劝勉同学，要放弃对事出世间一切人事物控制的念头，不能有这个是实在讲的时候，伤害对自己啊是太大太大的伤害伤害什么？伤害你不开智慧，伤害你不能见性，伤害你不能明了宇宙人生真相，就是糟不糟糕你所得到的这个利益的时候就太渺小了这一个控制，一个占有这是一切众生通病的。一切众生学佛而不能够入佛，不能入三昧，关键就在此地如果果然能够放弃对一切人事物的控制的念头，对一切人事物占有的念头，入三昧不难入三昧就是得禅定得禅定是跟你简单讲，就是得清净心，得这个平等心清净平等是三昧三昧必然开智慧，智慧是正觉所以你的清净平等觉显现了那这个受用不可思议整个世界给你整个银河系给你，都不如得定慧的快乐那整个世界算什么呢？所以这个佛经上常讲的无量无边大千世界切宝，你统统都得到了。你不能了生死，你不能超越六道轮回，你不能断烦恼所以得到了你还是苦你不能离苦得乐怎样才离苦得乐呢？放下就离苦得乐放下之后这个身跟大宇宙合而为一，化身我这个身跟这个肉身跟化身融合成一体这个就跟如如之理合而为一了这是证得了化身你说你哪个自在证得化身，你的受用是遍虚空法界那一个银河系算什么？这个黄念祖老居士讲的，一个银河系在佛法里面讲是一个单位世界一个大千世界有十万亿个银河系
太阳系，是银河系里的一个小的星团。啊，地球是太阳系里头一颗小的行星，不大了。啊，你要这个干什么？啊，人迷惑颠倒，愚痴到所以然处啊！啊，甚至一个小道场，啊，都要增值。啊，实在讲太可怜了。眼光心量太小了啊！佛学到哪里去了？学佛没有别的，开智慧，开眼界啊！佛法稍稍其如，那个眼光所看的是变法界虚空界啊，那也是入了华严境界，沾上一点边，你才想的是重重无尽的变虚空变法界，奇妙的不可思议啊！这切入入这里，念功德深，成无边德了啊！念功德前面讲过了，念一切诸道品啊，那什么叫诸道品呢？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主修的智持名号啊，智持名号啊，是我们主修的正道啊。除这之外呀，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世出世间一切法，全是诸道品。啊，那么像儒家讲的伦理、道德，啊，是我们的诸道品啊。啊，佛法里面不同的宗派、不同的法门，是我们的诸道品。啊，那再扩大，在这个世间所有一切宗教的典籍，所有一切宗教修行的法门成果，全是我们的诸道品啊。再扩展包含这个世间各个不同的族群啊，他们的文化啊，不同的文化也是我们修学的诸道品。这就是李老师以前常常给我讲的啊，要想学着讲经教化众生，势必要通达世出世间一切法通达事出世间一切法身，是诸道品啊！啊，是功德海啊！啊，那就是此地讲的念功德深啊，成无边的啊，无量无边的德能，万德万能，无所不知啊，无所不能。你要念，你要学啊！你不念，你不学，你怎么能成就呢？啊，念相好身，证无边相。啊，是在讲他这个三句，就是我平常常常说的。啊，这个世间人，不管你是哪个国家人，不管你是哪个族群的人，也不管你信仰什么宗教，啊，换一句话，你从内心里面所祈求的，是不是求富贵，
啊，现在人讲求财啊，是不是要求智？是不是要求健康长寿？啊，这三桩事情啊，九法界所有一切众生共同追求的东西，哪个不求啊？啊，那么这个就讲法性深，无量寿啊，真的无量寿啊，它不是有量的啊。啊，连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个报身还是有量的，法身是无量的啊。啊，我们人人都有个法身，法身是体啊，报身应化身是用啊，从体起用啊，真的无量寿啊。啊，功德身，功德身是才艺的能啊，大家所需求的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聪明智慧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功德身啊。啊，这个相好身呢，福报啊。我们今天讲的是物质的享受啊，精神的享受啊，都在相好身里头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不老，都希望自己年轻，都希望自己相貌庄严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人人所追求。可是在佛门里面呢，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啊，你在佛门里面你才能真正得到啊，他得到是他有理论有方法啊，诸佛如来在从前都是凡夫啊，他得到了，我们就叫他做佛啊。诸大菩萨现在正在拼命认真努力修学啊，他们已经得到，但是不圆满啊。到成佛，这个是得到了圆满了啊。虽然不圆满，那个受用不是我们六道凡夫能够相比的啊，怎么比也比不上啊！啊，佛在《无量寿经》上有比喻啊，啊，所以要修相好啊。相好怎么修的呢？修相好一定懂因果。这个中国看相算命看风水的都知道，相随心转啊。所以古人有一句话说，40岁之前你的相貌受过去生业报的影响啊，那影响很大。40岁之后，你的相貌、你的身体要自己负责啊。为什么呢？这一生行业的影响啊，这我们中国人讲先天后天呐、啊，啊，看相的时候看你的手相，两个手，啊，男左女右，啊，男人左手先天，右手后天，后天是什么？40岁以后，啊，先天是左手是主40岁之前以前，
啊，右手这个像是四十岁以后，啊，四十岁以后是你这一生当中修集的，前世影响少了，先天是从小的时候那是受前一生影响多，这一生影响少啊，啊，所以四十岁之后啊，几乎的时候这一生影响要占90%啊，因此教育比什么都重要啊！啊，今天这个世间动乱，灾难频繁，天灾人祸从哪里来的？众生行业所感召的啊，行业不善，所以才有天灾人祸啊！为什么会不善呢？没人教啊，青少年没人教他了很可怜啊，啊，他做错了事情受这些果报，实在讲也不能怪他啊，你看无量寿经上几句话讲得很好啊，先人无知，先生他的上一辈，他的父母，他的长辈无知，不涉道德啊，无有余者没教好下一代，那我们对他做错事情受这个果报不能责怪啊，啊，要怎么办呢？要再想办法补救啊！啊，如何补救呢？自己身要现身说法，要示现一个样子给人看，为人演说来做补救啊！啊，这是仁人呐！啊，有仁慈的人呐，这就是菩萨了。有慈悲心的，有爱心的，要帮助他，啊，帮助他是自己必须做好样子，自己做样子做不好，教人人家不相信啊，啊，我学佛，学佛头一个老师，张家大师。张家大师第一个课程教给我的，教我读的是圣家谱、圣家方志啊，这两本书啊，《大藏经》里头有啊，但是在那个时候没有这个书啊，我必须到善导寺去把藏经借出来，但那个借是不可以带到寺庙之外的，啊，是在太虚图书馆，啊，在那个地方呢抄啊，啊，释迦谱长一点，释迦支方志只有一卷，啊，比较短，啊，所以我抄释迦方志、释迦谱里头的重要的东西我抄下来，我没有完全抄。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传记啊，我们要学佛先要认识释迦牟尼佛这个人，要了解他啊，我们学佛他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向他学习，你看他什么都放下了啊，他教别人放下他自己先放下，那没话说啊，地位放下了，他是过往啊，他不出家，他继承王位啊，王位放下了，权力放下了啊，现在人争名争权了 啊，他放下了，荣华富贵的生活放下了
妻子小孩放下了，他出去修道，他去过圆门拓钵的生活啊，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他就干这个啊。他选择职业，选择的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他一生从事于这个工作啊。所以用世俗眼光来看，释迦牟尼佛是教育家，跟中国孔子一样啊，他是老师啊，我们都称他做本师啊，是以老师的身份住在世间。老师的身份，一举一动都要做学生的榜样啊，你们要学学我这个样子啊，学我这样子。对了，我学佛，张家大师头一门课程叫我念的是这个，不是经论啊，我很有受用 啊。所以我知道佛教不是迷信的，佛教不是一般社会人所说的啊。你看看释迦牟尼佛一生四季，你就知道了，太伟大了，值得人敬仰，值得我们佩服啊，真正是舍己为人啊，真的是后人所说的难舍能舍啊。最难得的是他一批学生啊，常随弟子1255人，居然真的学了啊，也把万缘放下了，跟到他老人家过一样的生活啊。他们每天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教学啊，听老师讲经说法啊。诸位要晓得，那个时候没有课本的啊，所讲的东西也没有记录啊，没有讲义啊。天天在听讲，天天在研究，天天在学习啊，还有不少这在家的听众，他们在生活上、工作上、处事待人接物上遇到一些疑难杂症啊，都向佛请教，你看佛一一解答，显示出无量智慧，显示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教学49年了啊，将近300余会啊。这个300余会就像我们现在办这个活动啊，他一生当中办300多次啊。那我们现在这个学院啊，我们主要的活动1年4次啊，我们的活动是讲座啊，佛学讲座啊，因为这是学院啊，每一届呢是10个期，就70天啊，我们分春夏秋冬4季，每一季办一次。这一季3个月90天呢，90天我们的讲座70天啊，这个是没有限制的啊，这个每一个国家地区的人都可以来参加啊，我们都欢迎。但是我们这个学院呢不大啊，道场不大，因此
名额有限制。啊，如果第一届名额满了，你有意愿呢到这个地方来参学，我们会把你排在第二届。啊，第二届满了，我们可以排在第三届。啊，我们这个活动是长期的，啊，我们永远办下去。啊，华严经的这个讲座，我们是不间断的。啊，每一天四节课，啊，四个小时。我们采取细说，细说诸位才能得到受用。啊，如果像古时候讲经那个方式，哎，简要狭明，点到为止，那个上根得受用，中下根性的人不得受用。啊，所以我们今天尽量的细讲。尽量把它讲白，啊，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听得懂，每个人呢都能够得大乘佛法真实的利益，啊，所以向好，向好一因，啊，三十二相是果报啊，有三十二种不同的因缘。你要懂啊，啊，那么这个我们也不能细说了，细说占的时间很长。过去讲《金刚经》的时候说过，说得很详细。啊，你比如说广长舌相是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卧语所修成的，修的果报。啊，总的原则，心要善。啊，我们从总纲领上来讲，你一定要修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啊，你能够啊，经常不断的修，这是大菩提心啊，啊，念头一起，就跟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相应，你的相当然好啊！你的体质当然好啊！种善因，肯定得善果。啊，如果你在日常生活行持当中真的能够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那你就无往而不离啊，真的你得大自在了啊，这经上所有的你通通都能够得到啊。后面他做了一个总结，障无不灭，德无不生啊，这实话了啊，障是业障啊，业障就小了啊，这个德是性德了，自性本具的这个德能呢，通通都现前啊，一言必著，总有念佛。从此通悟，所以成门；即此一门，
说不可尽，这个是，这是真话。啊，这一门，即使诸佛菩萨来说，说三大神奇劫都说不尽。啊，这个道理我们懂，因为一劫一切。这一门贯通所有一切法门，哪里能说得尽呢？啊，华严经上讲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这个一不是专一，不是独一，啊，而是指什么？任意，任何一个法门都能够圆圆满满包含一切法门啊，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啊，绝不是说只有念佛法门才能够包容一切法门啊，你要这样想你想错了，任何一门都包含一切法门啊，我们的根性最契合念佛法门啊，那换一句话说，我们修这个法门呢，很容易成就。我们选择这个法门，那是根性的问题。啊，所以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这个一定要记住，我们才会尊重一切法门，啊，赞叹一切法门。接着再看第二句啊，即得陀罗尼，名大智力法运啊。你看他所得的业，每一得的业呢，他都有个名号。名号里面显示出这个德用啊，深广无际啊。前面这一句是我们主修的，所以说得多一些啊，用了很长的时间啊来介绍啊这一句。第二句呢，陀罗尼翻成中国的意思叫总持啊，也翻作咒。总持是总一切法，持一切义。那用我们今天普通的话来说呢，就是讲的纲领、原则、原理啊。学东西最重要的是要能够把原理、原则、纲领掌握到，你的学习容易了啊！你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方向，所以清凉大师在这个注解里头，这一句就注得很简单了：宗旨大智，能达身法。法就是甚深之法，这个法把事出世间法通通包括在其中。愿是讲的深的啊，
像深海一样啊。那么陀罗尼，我们得举几个例子来说。就整个佛法教学，世尊为我们说出了，那么在佛法里也称之为法印，这个法印呢，就是陀罗尼，就是佛法总的原理、原则、纲领，大家常常念叨的、众所周知的四句偈：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这首偈深广无尽呐！特别是后面那一句，你看，是诸佛教，诸佛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教化遍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的众生，他叫什么呢？总不出这三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我们要知道啊，释迦牟尼佛49年所教导我们的总的归纳呢，三门呢，就是三门课程呢，戒定慧，我们称之为三学。现在人讲三门课程，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戒学。诸恶莫作是小乘戒，众善奉行是大乘戒，菩萨戒。自尽其意是定慧，心清净是定，清净心生智慧呀。我常讲啊，净生慧，善生福。那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善。善生福，净生慧呀。所以我们称诸佛如来为二足尊，皈依佛二足尊呢，这个二就是智慧、福德，所以你要晓得，福德是从戒生的，慧是从定生的，从清净心生的，然后你就晓得我们修行从哪里下手了。所以不能不持戒，不持戒怎么样？你没有福啊。你是个大法师，福报很大了，你的福报是前世修的。你是享前世的福，你这一生要不持戒不修福，你的福报享尽，来生没福了。
啊，来生苦了。你要不修清净心，不修平等心，你就没有智慧。啊，佛慧都没有，那你就想想，那什么果报呢？三途啊！啊，三途就是没有佛慧呀。啊，这个没有佛慧呀，也有等级的。啊，一点佛慧都没有，是地狱。啊，还有那么一点点小福慧，啊，那太少太少了，魔鬼出身呐！啊，那我们从这里想的时候，那真的是恐怖了，真可怕了。啊，因此。佛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所实现的就是修福修慧啊，他是个很有福慧的人，你看还要做出修福修慧的样子跟我们看啊，持戒佛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没有一丝毫的恶啊，诸恶莫作他自己做得干干净净啊，啊没有丝毫恶意啊，众善奉行他做得非常圆满，念念都是止于至善至善，不是利自己，是利益一切众生啊！啊，念念不舍众生啊，念念不忘众生啊！念念都能够舍己为人啊，自己实实在在讲，没有丝毫对五欲六尘享受的念头。我们在经典在史传里头没有看到啊，啊佛是做给我们看的，是为了教我们的啊，给我们做一个好的榜样啊，他久远界就成佛了，梵王经上他说了老实话，他这一次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实现是第八千次了啊，所以他那种形象是完全是教导我们的这个恩德有多大啊，他已经是圆满的佛慧二足尊了，还要做这种实现啊，还要实现一个马麦之报啊，里头真正的意趣是叫我们认识业因果报，那是真理啊，众善因得善果，
因不善，你要想得善果，叫无有是处，没这个道理啊。啊，那这是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啊，讲这个陀罗尼，啊，这个陀罗尼是大智力发愿，啊，清凉大师注子里头讲得很好，能达圣法，啊，甚深微妙之法了，你能够通达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